隨住卑斯省熱浪來襲，林火的風險增加，全省各地將會全面禁止生營火。其中在 Kamloops 林火中心管理区，星期五起将会禁止所有半米高、半米阔以内的萤火。至于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沿岸林火中心管理区，亦都表示将会在星期五中午12点起推行同类的禁令。